Tokyo Marui MWS M4A1 OK， 那我们先，然后里面的瓦斯现在是恐龙瓦斯12公斤，然后 PLS 的.32 DP 塔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测一下初速，.32测速，第一发，第二发，第三发，第四发，第五发。好，那我们 NWS 从20公尺的靶开始打。接下来换30米的。40米的。哦，都飘，都往上飘了。不行，打不到。那你再打个20米。对啊，是直的啊，没有了齁。对。好，今天这样子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节能飞镖的，然后原厂弹簧，然后12公斤瓦斯，然后.32 BB 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初速。.32第一发，第二发，第三发，第四发，第五发。好 ，VFC G45节能飞镖20公尺的靶。有点侧风哦，然后30公尺的靶，40公尺的靶位，变得太善良了，对不对？初速太低了，初速太低了，对不对？他 hop 够了，但是打不过去。OK， 好，30米极限。好，谢谢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